每当你和你的爱人一起洗澡时，是不是也有这种烦恼？就是花洒出水口只够一个人使用，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一起洗呢？你想得出来有什么好办法了吗？我想你也猜得出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了。答对了，它就是花洒连接管。它的保护层采用了环保硅胶材质，所以你可放心的洗澡。这样就可以两个人同时一起洗澡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与此同时，你还可以选择适合你的花洒，你可以不用再另外钻墙孔安装水管，只需要把连接管两边扭紧固定好在墙上即可，这样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这样以后你就不用烦恼也不用愁两个人抢花洒了呢。